这次剿匪要不是缺枪少弹的，是老药绝对跑不了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求你给我们牌，再拨点枪支跟弹药吧。我也没有，我怎么给你拨？仁光，快，不了，不对，我绑起来。不要紧，姑奶奶，你看看，给我一点烟土，我受不了了。能吃上饭你就算幸运的了，还想抽烟土？给我捆起来，把嘴堵上，扔到地窖里去。傅来喜同志。 你不能这样对待战俘，他不是战俘，他是个烟鬼，不这样，他能进到烟瘾吗？带走，全都带走，全都带走，去去去！你是不是又想着报仇的事情了？狗日的，是老药，又让他给套了。你已经是排长了，思想觉悟应该高一些。 不能总想着这些报仇的事情吧。报告指导员，高团长派人过来了。什么事？高团长派人给我们送枪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走，去看看。雷大几哥，听高团长派来的人说，这些枪跟子弹都是凤英送过来的。啥？凤英？他咋会有枪支跟弹药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走，去看看。 你们说这么个俊女子，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尝尝味儿啊！大哥，你看，咱们就像范蠡和西施一样，是吧？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你那么有情有义的人，还能想出这么多美好的事儿来？想法总归是想法，我可没有范蠡那种雄图大略。哼，我可笼络不住你这罗马店的女掌柜哦。 大哥，你得相信你自己，也得相信我呀。我主意变了。为什么？哪有这么多为什么？世上的道理多了，讲得完吗？而且我这个人最懒得和人讲什么道理。你会后悔莫及的。 哎呀，我记得小的时候啊，我们村里有个屠户，每当杀猪的时候啊，他嘴里就念念叨叨的：“猪啊，猪啊，你莫怪，你是人间的一道菜，他不吃我不宰。” 你向吃的人去讨债吗？我们三十里铺有一位老中医信佛，他常教人为善，也有一句话：“负命杀你身，欠财焚汝宅。”哦呦！
是啊，我也想行善积德呀，放下这屠刀。可是我造的孽太多了，我也就成了习惯了。福英啊，我几次想把你抢到手，都没抢成。这次你主动送上门来了。 今生今世，你不欠我的，前生前世，你肯定欠我的，所以。你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大哥，弟兄们可都等不及了。想干啥呀？这么个俊女子。 你上过呀？啊！这可不怪我了吧？石老妖，你们也有兄弟姐妹，你们这样对我，你们……少废话！大哥，窑里头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，赶紧呐！风英啊，啊！自古红颜多薄命啊！大哥，我想独占花魁。 众兄弟不服啊！嘿，这帮弟兄走到一起，就是提着脑袋寻快活吗？啊，我一个人快活了不行，大家同时快活啊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少爷，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不得你！别碰我！ 纪晓六，凤英曾经救了你一命，你可知道？我知道，我感恩戴德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凤英失踪这件事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啊，我一老婆孩子，父母双亲，身家性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打住。纪晓六，你如果真心感激凤英，现在。 你就给我扔然扮作白俊杰安插的耳目。不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去告诉说，凤英在新婚之夜失踪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你当耳目当熟了，把能挖到的情况都给我摸回来。是，何掌柜。行了，你走吧。 大哥，你不碰我，就能得一根金条。得了吧，罗马店让我抢的什么都没有了，贺掌柜哪还有银子了？大哥，贺掌柜没有，白俊杰有啊。白俊杰？对呀，你不信你可以试试。哎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？他要是拿不出来， 你再。 我就喜欢你这让人心疼的劲儿，啊！哎呀，别跑了！别碰我！你就让我！别碰我！你要干什么？现在，听我的。我要不听呢？不听！我去打死你！ 会玩这个吗？你看吧，我把手弄坏了，啊，来，接着玩儿，啊！哎呀，我告诉你吧，栽到我手里的女人，没有一个能逃得出去这个的，啊！你就别再瞎折腾了，行吗？多叫人心疼啊！别打，我要接受。 多事儿啊！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！我就是扛不了这个女人这个泪汪汪的劲儿，快去！哎，慢点儿！慢点儿！
大哥，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大哥，回去都睡觉去啊！累了，老婆今天我包了啊！大哥，不是，大哥你这少不了你们的一口啊，都耐心的等着吧。行行行，回去睡觉去。走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哎。闹了啊！乖乖的，听见了吗？这会儿可别闹了啊！从了得了。大哥啊，我发现你其实不会算账。算什么账啊？我只管今天，不管明天啊。其实你心里边有一个明天。哎呀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念想罢了啊。大哥。你从来都没有过过有情有义、恩恩爱爱的日子。其实啊，让我一点拨，加上你的本事，你的念想很快就能实现呢。哎，我没有那么多的本钱了啊！不对呀，你跟白俊杰联手，征夸我们龙马店，我们龙马店损失了近万块大洋，你得几成？至少二一天做五吧。哪有那么多呀？二八分成，他拿大头。哎呦，那你太笨了！哎呀呀呀呀！我根本就没把那白俊杰放在眼里，啊，他是什么呀？我只是得罪不起一个拥有一个团正规军的刘建广。大哥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一本万利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别讲了，这快过来吧，啊，宝贝儿。大哥，你看你这。讲，还有什么花花肠子？快快！那白俊杰，不就是想整垮我们罗马店吗？然后把我挖过去，把他的白家坪重新办一个罗马店。这我知道啊。大哥，只要你不碰我，你不碰我，把我卖给白俊杰，至少要3000块大洋，那不成问题吧？那他有钱没问题。是啊。等我到了白家去。我去拧住刘建广，再扯住白俊杰，让他们月月给你上供，这不是难事儿啊。嗯，咱们俩里应外合，不出一年，你就能弄上10根金条。到那时候，不管南方还是北方，你都可以逍遥自在。凤英这一跑，贺掌柜抓了瞎了。这口气我一定要冲，我一定要收拾他。白掌柜，凤英新婚之夜失踪，不会是您寻什么高手干的吧？你看我有这个本事吗？三十里铺的人都认为是您干的。哎，你认为凤英会去哪儿呢？不会就在府上吧？放你妈了个屁！凤英在我府上。我有功夫跟你在这闲扯淡。凤英，白掌柜，嗯，没想到吧？我是没想到啊，凤英，你说你不要傅来喜，不要贺玉书，究竟想要谁呀？嗯，你想要山神爷啊？我想要傅来喜，可是心强命不强。哎呀。说凤英，你早早跟了我，哪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儿？白掌柜，哎，我的本事怎么样啊？够，实在是够。哎呀，我可没收你的定金，这宗货
可是由我做主了。您来。我压了他两三天，我到处寻找买家。眼下买家我找到了，我突然间想起了你。我知道你是个老抠门儿，不过我还是想看看你难受样。我出2000。这可是奇货可居呀。我再加1000。 真不识货，石老兄，你也是个明白人，是不是？啊，点一点，4000块，要了您收着，不要，拉倒。白俊杰，嗯。 你个白吃白花钱的，凤英，你放心，我白俊杰只有白挣钱，没有白花钱。好了，三十里铺的俊妹子，罗马店的女掌柜，现在就归你了。凤英啊，我就说过。 我从见你第一面开始，我就告诉你，你是我们白家人，你还不信？现在相信了吗？哎呀，我要好好的享受你这只绥德县的美女一枝花。 凤英，吃点东西吧，啊，凤英，上来，吃什么吃？什么都没答应。凤英啊，你骂呀？怎么不骂了？没劲儿了是吧？ 我一知道都不碰你，我把你身上所有的毛病都给治了。治不了就饿死你！哎呀，你看这多香的面呐！嗯，明儿，你不饿，我倒饿了呀。嗯。 凤英，喝口水吧，啊！喝什么喝？一个字没答应。三个。你说什么？ 来行，能碰到一个三十里铺的人，可真不容易啊！是，快说说，凤英咋样了？哎呀，来行，你走了以后啊，龙马店的事儿啊，大事小事一件接着一件，那多得不得了啊！那你就紧要紧的说呗。那好，那我说了，你可得沉住气来。磨叽个啥？快说。凤英她结婚了，何掌柜逼的。 家喝一说，你哪成这个熊样了？我再跟你说下去，你小命都没了。你说吧，结婚的当天晚上，凤英她就跑了。哎呀，你快说嘛！莱西啊，大哥给你捅乱子了。凤英她。 凤英她想你想坏了头，不是，她，哎呀，我也没办法。乔大哥，有话你直说嘛，到底咋了嘛？凤英她不知怎么搞的，她就藏到我的大木箱子里边。
啊！一层就是好几天呢。凤英到定边了，到靖边白城的那儿，遇到了石老药他们。石老药他们砸驼子，这我才发现凤英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也斗不过石老药他们。你说，你把凤英丢给石老药，管都没管。赖西啊，他人多枪多，你说我没办法呀。你把凤英丢哪儿了？ 活计突然他呢，我二弟也死了。哎，赖先生，排长，排长，你不能走，别管我。排长，你就听我去劝，现在特殊时期，随时都有情况，你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！我就是犯错误，要去救凤英。哎，排长，你。 凤英，听我的话，别犯傻了啊！这白俊杰呀，他根本就不是个人，你不吃不喝，刚好上他的当。他就是想趁着你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好可着劲的捉进你，让你死活都不是。你这样就入了他的套了，别犯傻了。 白掌柜，凤英，他都答应了。答应不答应，由不得他呀。你好像有什么心事是吧？白掌柜，凤英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清楚。咱们可以把她抢过来给咱们少爷做媳妇儿，可是你想让她死心塌地的跟着咱为咱们效力，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啊，保不准将来还会对少爷不利呢。 凤英这两天怎么样？自从吃饭以后，身体比那强多了。嗯。这两天找个吉利的日子，就给白马把婚礼办了吧。 拿着！范鑫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站住！立即归队，否则我按军纪论处。你打死我吧！ 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我也非常担心凤英的处境。但是你这样鲁莽行动，你觉得你救得了凤英吗？我再跟你陈述一遍，我非要救凤英不可的理由，你要听吗？不是理由充分不充分的问题，这是军队纪律问题。我跟凤英。
在130里铺以后，凤英为战区做了多少贡献，提供了多少粮食，多少枪支和弹药。她不仅仅是我的未婚妻，她为战区做了这么多贡献，她现在落难了，我们却不去救她，于情于理，于公于私，这说得过去吗？ 知道纪律的重要，可是我更知道，如果凤英活着，她会为战区做出更多的贡献。你认为你一个人救得了凤英吗？要不你让我走，要不你现在开枪打死我。 早去早回。 婉英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怎么不吃饭就犯困？你呀，在罗马店累坏了，休息了几天。哎，你现在看看，你的脸色红是红，白是白的，太好看了。你是不是？ 在我的饭菜里面加什么东西了？饭菜能加什么东西？无非是加点调料。杨烟，你真聪明，好狠毒！你看，我让你过了一把神仙，你还埋怨我。 凤英，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吗？给我送饭来，我吃完了就跟你谈。凤英，从今以后，我让你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。好，好，好。你愿意嫁到白家吗？愿意。 我说什么，你做什么。难受死我了，难受死我了！我答应，我愿意，给我，我答应。从今以后，你要死心塌地的听我的。好，好。 嗯，怎么还没有消息？要是听我的话，咱早在西安过上安稳的日子。 不消之罪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说，回房间睡觉去。我去呀。
告诉你们啊，今天要进来一只耗子，我要你们的命，去吧。凤英，你怎么不吃啊？饭里有羊烟。什么？羊烟？不是你家的？哎呦，不是我，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。对，肯定又是那个白俊杰，没错，肯定是他。你也知道我的情况。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吧，好不好？你也是女人，你也有儿有女的。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，放我出去吧。凤英，我放不了你，我也不能放你。为什么？你以为我是谁呀？啊？你是？别人都以为是白妻。白夫人，其实我跟你是一模一样，不过是个囚犯而已。你是白俊杰的老婆？没错，我是白俊杰的老婆，还是个囚犯，一个老囚犯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问你。你为什么要往饭里给他搁大烟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把凤英给我放了，我挖了你的祖坟，打断你的双腿，我再抠了你的双眼。哼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这是妍妍的衣服，有的是新的，有的是旧的。你的新衣服，我很快让人给你买回来。你要关我多久？这要取决于你了。我一刻都不想在这儿待，放我出去。出去干什么？你不是要让我当你的儿媳妇吗？我不能一直在这里面住着。我儿子才九岁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九岁？对，九岁。我要把你这张牛皮煮熟了再嫁给儿子。你买我过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跟我儿子结婚，帮我做生意。有你这么娶儿媳妇的吗？你没见过，不等于没有啊。放我出去！我不能一直在这里面待着。哼！你有扬言打着我，还怕我不听你的？这倒不假。烧火，来洗。喂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咋在这儿啊？我问你呢。我琢磨凤英可能在这儿。没错，白天姐把凤英藏起来了。走吧，来救她。不行，这里的戒备太森严了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凤英在里边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拐，牛驴骡马都听得懂，你怎么就听不懂啊？趴下再来，让我歇会儿。爸，你看吧，他不听我的话。我怎么教你的？死老婆，你给老子听不听话啊？好吗？去吧。驾！驾！吁！吁！驾！驾！驾！实在不行，我回了马店，搬救兵去。人再多也没用，他们是手空拳的，怎么对付拿刀拿枪的白家护院呢？再说了，咱们以这种方式救了凤英，刘建广肯定牵着罗马店。那个时候，咱不但害了凤英，还会害了咱罗马店。那咋办？看着他受苦啊！得让我好好想想。想啥呀想？不能搬救兵，我去救他。给我坐下！你这四平八稳的，一点都不心疼他。咱们这是救人，不是看你耍逞能。坐下。你我要是落在白俊杰手里，就没有活着的指望。咱们当下就害了凤英，你明白吗？白喜，你有一身本事，我有一身的力气，咱俩不能当缩头乌龟吧？谁让你当缩头乌龟了？咱们得计划好了吧？怎么进，怎么出，怎么救人，全都了解好了，我们再出手也不迟吧？他们的晚上戒备森严，白天松一些，所以咱们动手的时间就定在明天下午，然后咋办？你看，这里是正门，这是后门。正月里那个正月啊正，小妹妹和公公去看花灯。他插着花儿，他磨着粉，亲一口绵个嘟嘟，香个喷喷。老天有眼。哎呀，个死老婆子！我告诉你啊，明年啊，你就抱孙子吧，我的种。也许啊，你可能抱的是侄儿。反正已经乱了，那就乱下去。你就作孽吧啊！不是不报，时候不到。哎呀，我报复的时候到了。哎，当年你和我那个畜生达欠我的债啊，今天啊，我要一五一十的都还上。逃跑的时候咱们要分开，你带凤英先走，我断后。不成，你带凤英走，我断后。你断什么后啊？我枪法功夫都比你好，我断后。你不让我断后，我就不去了。
白马家的，把门开开。谁？我呀。哎，开开门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开开门，快开开门。三更半夜的，睡下了。哎，凤英，凤英，听我说，哎，我真的找你有事儿啊。哎，你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。你不难受啊？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。哎，听话听话，乖，开门开门啊！凤英儿，把门开开，乖，乖啊，来呀、啊，啊，开门开门，听话开门啊，凤英儿啊，来，听话开门开门啊。哎，妈，你干什么？凤英，你忘了，你忘了，你答应过我，对我百依百顺吗？啊！我答应过你当儿媳妇儿，答应过你料理龙马店，可这种脏事儿没门儿。我告诉你，凤英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都是让你骨折寒碜，叫跪着来求。你要敢欺负我，我告诉婆婆去。就那死婆娘，她敢管我？我八岁的时候她就过门了，她十五岁过门，十六岁她就有孩子了，你也根本不是我的种。你翻来覆去折腾，就是为了这个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敢碰我一指头，我就喊人了。你喊吧，你喊吧，整个院子都听我的。你喊破喉咙，你连鬼都喊不来呀、啊！谁呀、啊？吵死人了！到如今这个地步，都怪我没本事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白喜，难，都难。贺掌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大形势不变，好人永远都难。